象棋也有自斗棋啊。这炮，我操，这不黄忠吗？这马，关羽，马后炮羁绊，我操，黄忠骑关羽。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象棋、自斗棋，我万万没想到的组合，给我一种饺子蘸番茄酱的感觉。嗨，我们东北人都这么吃。首先来看一费卡到五费卡，分别是兵马炮象士车。这么说是不是不懂？我介绍完你就更迷糊了。一费卡兵，普攻就是小刀拉屁股，技能是狂暴加速平 A。好，那你就是典韦。马不用我多说了吧，技能是青龙偃月。好，那你就是关羽。炮更不用我多说了吧，这不纯纯黄忠吗？关羽马下无敌，黄忠马上无敌，黄忠骑关羽，他妈天下无敌。None this good。 酱就是肉盾，技能是傲慢嘲讽，那你就是战神白起。试试，你说他这个样你还用我多说吗？技能是狂轰火线，好家伙，冒蓝火的加特林。最后五费卡的狙技能是好，这么整是吧？行，因为牌的数量少，所以横扫三星，前期三星小兵猛的一匹，单挂就是对你的信任。来，小亮给他整个活，彻底封火、果然不负我的信任呢。然后我们再慢慢追几个三星，前期有几个三星还是很猛。到六回合，我马上上一张马和一对象，这叫马上有对象。美好的祝福送给兄弟们。你别说，这对象真厉害呀，马后炮对他一点用都没有。八阶段，我们也是追出了三星象，还找出了我们的马后炮，但对面已经有了冒蓝火的加特林了。小问题，我们也拉人口，拉到六人口我们也有事，我还追了个二星士，这下稳了吧。我操，黄金马后炮啊。我重生了，重生之后我换上了两个马后炮，我不相信火力压制还拿不下对面。时间度秒了短，融入的瞬间在这一方桌上，巨马炮摔石像，我在调兵前将坚守面子的墙。